很多人是不是有这个疑惑，那个人明明是小人，老板就看不出来吗？为什么还要带在身边？皇帝身边养奸臣，老板身边养小人啊。如果你想不明白这句话，估计你这辈子不是老板命。乾隆当政的时候，全国不是闹饥荒吗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然后朝廷就开始救济灾民。你知道那时候和珅有多么缺德吗？